刚刚去快递那边，这个疫苗刚刚回来，准备拿到大师他那边去换。三件，真是赚大件！我刚才还骑小毛驴过去，没办法，叫我老爸开三轮车过去拉。那我们同给他带一个，等下给他试营一下。好了，哇，现在到这边了，我们把鱼先搬下去再做，好做。这边先打点嘴，这里面的嘴让他主人可以适应一下。我们直接打在这里面，这次买了差不多六七百条啊，整整三大千啊。来来，忘记带小刀，这个给他打开。这里面是大头鱼、胖头鱼啊，够大吧？这个头可以哦。这个直接给他倒在这里面，让他主人适应一下。这差不多，这里面差不多两百多条吧。我看这个头可以哦，差不多十公分大头鱼，一看就知道。我们放在这边给它适应个十几分钟吧。来来来，鱼苗给它下去。哦，七碗来年收获多多啊，下去吧。哇，这个草鱼两百条，可以哦。我怎么感觉这么早？这个鲈鱼比较大，给它直接下去。这个是淡水鲈啊，个头感觉比较大，我们给它直接下去。嗯，漂亮哦。嗯，期待。那我们回去了，今天幸好是晚上的潮水，现在给它忙完了就回去了。期待来年过来收获多多。来吧，晚上独把整个海鱼，我们开始找货。哎，哦，这边看他们有没有看到，这是脚螃蟹。我得欺负欺负他。哎哎，你跑你跑你跑，不管你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到啊？你还气得这么急？哦，赤裸有肉的哦，可以哦，给他揍了。哦，这可以吧？应该有肉，嚯，有肉在吸嘴，给他揍了，俘虏。上货上货，我打点嘴吧。这你也先打点嘴。哦，连个收获，连个收获，可以，不错。哎，喂，看，家人们看，看他前面的触须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个触须，看，这个是他的触须。哇，哦，还细着呢，呼噜，可以可以，上货上货。嘿，呼，哇，猛货猛货，哇，再躲在这边吃那个。哇，这个是头鱼大吧？嘿，虎鱼虎鱼，嚯，这一条就发财了。这种是补，小孩子流虚汗，跟老人流虚汗吃了，特别不错。我们继续找货吧。哇，晚上吃收获可以哦。哎，不，这边看，来十九，哇，哦，这条可以哦，还游游游，我让你游，躲在这里面。哎，这边有一条，这边一条在干嘛？漂亮鱼哦，哇，哦，这条漂亮鱼漂亮，哇，这边还有这个漂亮鱼，我们给它做了，拿回去当观赏鱼，挺不错。来，继续找货。哎，哦，这边也有一条，看，哼，哇，这真的是要收获满满吗？哎，跑，你跑得了吗？来吧。来吧，给他粥了。哎，哇，看，家人们看，看我看到什么了？哇，这可以哟，这种的可以哟。我躲到这边来，嘿，哦哦，大葫芦，哦哦，这么给力吗？哎，我让你跑，哇，大葫芦啊，可以可以，美轮蒸汽，美轮蒸汽，粥了，哦哦哦，嘿嘿，他把我钳子给他弄住。来来，下来，可以可以。哇，这边还有一条。哎，看，这是，哇，这条最起码有个一米五，哦，有点吓人。来来，快点快点快，别让它跑了。哎，这条大，这条可以用，最起码有个一米五。哇，哦，美轮蒸汽呀，给它走了。可以可以，哇，这一条线过来，偶遇抓轮起住啊。哎，哦，
呼呼，看，嘿，坐，哇、哦，哇，这么大的小螺，可以哦。我这个最起码有一斤吧，给他做了，给他做了先。对，这边还有一只自己问，我必须给他做了。哎，哇、哦，看，这边围着一堆。十九户，嚯，来吧，上货，嘿，这个有没有肉？赤裸，有肉，有肉，有肉，嚯、哦，可以哦，上货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有没有肉？哎嘿，有肉，可以，马上坐进去，没有，给你收了，哇、哦，今天收获满满，我们继续往底下找吧。哎，哦，这边怎么凸出来了？看一下，向他们看一下，这个，哼，哦。哦，这边也凸出来了，这边没有，这边看，这是什么？嘿，呵呵，石头蟹，哇、哦，可以哦，这要回去了，给我遇到石头蟹，挺不错的哦，个头可以，给它收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就直接看捉获吧，不早了不早了，抬举掌过来了，来来，我们直接看捉获。哇、哦，这新海鱼啊，偶遇难得一见的专龙器珠啊，可以哦，哇，这两条。可以，太给力的，一只一条可能都有1.5米左右，然后还有哇一个大螺，看，这么大的角螺，今天直接发财了哦，螺捡了好多啊，然后两只抓轮气珠，红轮气珠啊，来来来来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我们下了门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拜拜，走了。